話係你嘅同學嚟㗎喎。係啊係啊，細個識嗰啲咯。係咯，拍咗幾耐啫喎？點解分手？都一兩年啦，年紀咯，年齡咯。年紀。分手因為性格不合咯，所以我覺得我唔係好啱。唔係好啱拍拖真係，因為係啊嗰啲算命嗰啲都話我係好遲婚噶嘛。話你幾多歲為之遲啊？都要三十五六嗰啲位咯。其實我唔想結婚嘅，一直都我唔急結婚，我唔想結婚嘅。你唔想結婚？唔想啊，係啊，即係我覺得除非有小朋友先結婚，如果冇小朋友其實冇乜意思咯結婚。我感覺得咯，係啊，同埋我都未想有小朋友住，所以其實我唔。想結婚，拍拖好浪費時間咯，即係搞到自己做唔到嘢啊，又會影響心情啊，又會即係自己顧唔掂自己，仲要顧另一半，真係搞唔掂咯，我覺得。本身我已經是問題少女的啦，除非我找到一個好成熟的人可以幫我分擔我啲問題咯。本身我個人是比較嗰啲即係好情緒化啲嘅，亦都需要人照顧、需要人幫忙啲嘅。咁即係咁加上而家又。不是小啦，有自己的工作啊、生意啊咁樣，其實已經很忙啦。即係咁，希望遇到個伴侶係會成熟，幫我解決問題咯，而唔係即係可能後生嘅，跟住會增加我煩惱嗰啲咯。我以前一直都唔中意成熟嘅，跟住我發覺，唔知係咪年紀大咧，發覺好似僆仔唔係好啱我。其實最主要的心情影響係媽媽身體唔好嘅前提，我家族有遺傳嗰個高血脂同高膽固醇咯。跟住我媽咪就係好後生，媽咪50歲嘅咋，啱啱50歲嘅咋。咁係啊，後生佢係即係醫生就話唔 suppose 咁樣嘅，即係係遺傳。跟住我去叫我都去驗，跟住驗完原來我都有高血脂高膽固醇，所以我而家都要開始好控制飲食同埋好注意健康先得。會唔會進一步叫你食齋呢？佢叫我食藥咯，如果控制唔到嘅話，如果我唔食藥去控制，或者我唔將個指數降翻落嚟。他說我預都是10年、20年，即是幾年咁不等就會有，就會即是10年到20年就要通波咯。我係覺得健康好緊要啊！好緊要啊！身體真係好緊要，緊要過所有嘢咯。機會嚟啦！繽紛聲網收集各類型有趣短片。如果你屋企有得意寵物，想同多啲人開心 share， 或者你本人大把諗頭，乜都夠膽拍，又想一片成名，即刻 send 片嚟啦！